看一下，我们要首先收到的是拆机，要看一下，然后这两个是我们正值，两个，接口是不一样的，到时候可能要分清楚。 现在要就我们过来先装我们的正子。首先对一下，这里有个接线柱，这接线柱我们是要这样装的。首先我们把这些螺丝都拧出来，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防水的工作。 然后我们就过来装这一边的镜子了，然后这边是直接我们直接拧上去就 OK 了。 那时候就我们过来安装这个天线哦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我们的杆上了。然后我们拿着我们的杆。 现在我们就过来装我们的天线一个接口，我们先确定两个接口是可以装的，可以把它。然后我们的镜片交付。 If you enjoy our video, don't forget to give a big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our channel. See you next time. Bye!